某综艺新春特辑正在录制，网友在微博爆料，六位萌娃近来同时现身海南，人气萌娃 Jasper、恩恒、妹妹 Max 一抵达机场，路透照即被曝光，恩恒西装出镜， Jasper 画风变萌，不少巧遇拍摄现场的网友都纷纷兴奋地上传相关影片及照片。网曝 Max 和姐姐妹妹合作进行任务，在玩游戏的过程中不小心摔伤手破皮，痛到瞬间崩溃大哭，一旁的吴尊赶紧蹲下来安慰孩子。侧拍画面曝光后更是让不少粉丝看了心疼不已，又有网友在微博爆料，陈小春居然卖起了猪肉， Jasper 卖萌依旧十分可爱，恩恒似乎在和鸽子互动做任务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妹妹 Max、 恩恒、小泡芙、小山竹全员回归。宝贝宝贝，时光机的魔法在未来等着你长大。